当年春天高热天的时节，拍摄的头发能为头卡种天气打到挠挠挠。什么是客家头发剂内的发通吉米开始？什么是客家 Q 没推出七条路线？五十台次的设计行，是用对土上线开始，有些民众用茶搞品酒，点客家丝，体验菜体的人文风情。拍摄时嘅油桐花，看起来长长长，嗰度游客过到油桐花会跟往年相同，看到满山满烟，莫名到许多山峰，什么看到马嘅花。系啊，我爱来看花，冇看到品种，有一点失望啦，有一点失望，冇看到花。往年来讲，大概比较少会在四月中的时候举办，对，那所以花开的部分还是没有那么多。不管是温度啦、好水质啦，或是各地区，你看新北市安泰服务员很广嘛，搭起的开发时间了，当然有得无重用啦。不过吼，冲下土上根本热吼，七八分油啦。听日各地嘅桐花开业，新北市嘅桐花季内底发通嘛开始诶，推出土上、沿果还有桑枝、种姜七条路线，每条都用夹诶饮喝食、食好茶，而且民众向下来感受客种嘅文化美好。今年的发通当天片就讲哈，有主打就是三峡茶。去年开始，小旅行地度哈，像今年有50梯队的小旅行地度，搭吹出有讲拍伊个导览，全程导览。为了避免看唔到花，合肥飞毛喷发，建置个桐花花控一切平台。打开网站就做个底，全台湾20个热门相同个景点，花开都用个。睇下安排看花，就韩国里片。客家新闻陈永尊、陈玉贤、新北报道。